结局在上一幕重置了几十点，将真相全部都衔接全连，经历的悲或喜，笑或泪，哭或天真，或自已无从一一判别。时过境迁，那些破碎的人，何时在梦魇中几次吐露感知？这身躯何在？这谁的痛？谁的恨？谁是谁？而此刻渐渐湮灭。世界本已无踪，因悲伤的血痕扩散，渺渺纷纷，在记忆中复刻。春生此时这余温，是天给的最真。你似故而我存，才得以让灵魂重和钟之间思想过生和死，最后那么天真菲薄自欺，一路的悲或喜，笑或泪，哭或恋，在穹窿世情中分崩离析。如若时空翻转，多花了黑与白，抽支了你与他，拯救了心。这身躯承载着我的恨，我的恨，我的罪，在此刻几句延续。谁在排列组合轨迹下的烙痕？痛过渺渺纷纷，在记忆中复刻。折叠了余温，是天给的最真。你似故而我存，才得以让灵魂最深。痛还剩几分？令悲伤的血痕，用命定的转身，分你最后渺渺纷纷。这一劫余生，依然烈的几分。我所谓的永恒，一切归零，重塑再生。